这太正经了吧？我以为你会看着他，我在去试穿衣服的时候，我还亲眼看到他在你旁边的。结果出来之后，你不见了。我以为你会帮我看好的，因为里面有最重要的东西。难掩悲伤情绪，直接蹲坐在地上。艺人强强会这么难过，就是因为他的包包被偷了。就是你们三个人，你们三个人顾那个包包了。你飞机也掉了，身上买的东西全不见了。在大街上直接哭了出来。日前强强到西班牙游玩，却在全球最大的服饰店 Zara 遇到小偷，全身加起来价值20多万元的财物全被洗劫一空。明明当时包包都放在工作人员的身边，却还是被偷走，让他又气又难过。到警局报案，更被告知会有高几率找不回来。只是之前强强才 po 照，神秘表示哪里不一样，结果被网友发现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闪亮的钻戒，纷纷猜测他是否好事将近。如今包包遗失，不知道里头放的是不是同一个戒指，才让强强如此崩溃。段秀文综合报道。